生肖鸡生肖属鸡人能力很强，今年财运大好，22.23.24日走好运，财神送钞票，菩萨赐福，必赚大钱。属鸡人开始渐渐迎来复苏的机遇，随着印运的加深，11月底属鸡人的霉运就会彻底消散。12月开始金旺助力，事业上开始大踏步的前进，事业的经营渐趋红火，财运大涨。生肖猴属猴的人，11月22.23、24日财运旺，喜事接二连三，横财滚滚来，定一夜暴富，会从内到外运程转好。他们的事业上有贵人相助，十分旺盛的财运更是暗藏着横财。生肖猴的人够胆大的，能吞下这笔横财哟。如果踏实的工作，也能发现一些商机，看到黄金满地的情形。生肖羊属羊的朋友勤劳善良，非常老实憨厚，与人相处真心实意，交友圈那是相当的广泛，朋友遍布各个行业当中。11月22.23.24日财运旺，喜事接二连三，横财滚滚来，定一夜暴富，生活诸事顺遂，称心如意，金子终于开始发光了。接下来生活中没有烦心事，事业发展步步高升，未来前途无量。生肖牛属牛的朋友老实本分，从不贪图享受，因为能吃苦的精神，属牛的朋友在过去的时间积累了不少的人脉和资源，神准。
十一月底开始横财铺地，财神爷附体，贵人撑腰躺着数钱，属牛的朋友将会得到吉星护佑，横财运大好，将会遍地黄金等着捡，满门富贵吉祥。